一，使用前的准备。一，检查电源，参数与产品要求相一致。二，设备必须可靠接地。三，灭菌容器内加蒸馏水或纯水，超过水位计顶端。二，操作。一，设置通电，按设置键设置灭菌温度、灭菌时间。压力设置一，灭菌结束排气。压力设置零，灭菌结束不排气。二，启动，放入灭菌物品。锁盖，对角紧固螺栓，按启动键启动。三，运行，启动后自动升温，排放冷空气，当温度达到设置值时开始倒计时。四，结束，灭菌倒计时结束，自动排气，压力表归零，温度低于100摄氏度先开盖，后关电源。三，常见故障以及排除方法，故障现象见代码。01，温度传感器故障，排除方法，检查温度传感器。02，压力传感器故障，排除方法，检查压力传感器。05，缺水故障，排除方法，重新加水。4，注意事项。1，安全阀，压力表应每年到当地技术监督局校验一次。2，必须使用蒸馏水或纯水。3，灭菌完成，当日必须排进用水，同时清洗腔体以及内桶或网栏，自然晾干或擦干，以防灭菌时产生的腐蚀气体对腔体造成持续损伤。